师奶旅行团，今集包叔叔同金刚为咗攞小费，氹得一班师奶几开心啊！两个领队仲安排咗个最吸睛师奶大奖选举，睇下边个 pose 最奔放。佢真系瞓嘅喎，系啊，我梗要瞓啦，大佬，我最中意两瞓啦，我哇！一齊就開始，大家好熟好係嘛？係啦，就你走啦，先咁熟。唔好講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唔好講住啦，走就先講啦。咁啊，你知大家有感情啊嘛，係嘛？咁我金剛都幫咗大家好多啦，係嘛？我哋到而家咧，從來冇要求過你哋咩啊？今次咧，我同包叔真係有啲要求噶啦。咁你睇下呢件衫係咪好得意咧？好得意啊！呢個是我，呢個是包叔叔，呢個係呢誒呢啲啲 emission 誒誒嗰個呢誒誒誒 edition limited 限量版，限量版。咁我就要養我屋企人，同埋女朋友，同埋小三，係咪？小三，我都係小三。係咯，所以我哋大家都要養小三㗎。係咯，小三飲飲都幾貴。冇錯啦。有冇顏色揀㗎？唉，你放心，因為你哋全部少女嚟㗎，我哋幫你揀咗全部粉紅色。係，我哋一揀你藍色好啲嚟㗎。藍色喎，唔係我老公啊嘛，都係幾多啦。我哋而家咧，我哋要藍色嘅，係咪？咁咧原價50蚊係粉紅色嘅，咁佢哋想要藍色，100蚊。係啦，嗱，就咁樣。哦。因為藍色咧就真係限量版啦，所以咧我哋原本粉紅色咧就好平啫，特價係50蚊一件。yen 啊，拜拜。yen。抵啊抵啊，好抵啊！你買呢件你都幾錢啊？講俾大家聽。唔好講，唔好講。講㗎，講講唔講，千幾蚊㗎，千幾蚊台幣嘛，係咪？即係都要300蚊港紙啦。你同我講50 yen， 你講唔講得落啊？都做人阿媽㗎啦，咁樣對人嘅，我真係傷心真係。也得兩件啫喎，嗱佢得兩件啫喎。喂，如果咁啊，舉手，藍色就拍賣啦。藍色，係喎。啊，一係咁啦。好，三件啊，加我身上呢件啊，仲有我哋格拉底味嘅，賣咗先。賣咗呢個先，呢個要拍賣，因為睇得要。好好好，好，唔要粉紅色舉手。唔要。你咁其他人咧，即係要啦。要粉紅色嘅。其他人咧，我唔要粉紅色啦。係，嗱，認住佢嚇，冇啖冇食嘅佢哋。好，首先啊，我 mark 低個紙，我 mark 低先啊。咩顏色都好啦，有包叔叔同金剛嘅卡通頭像都一樣咁受歡迎噶啦。嗱，而家到藍色時間啦，藍色啦，底價100蚊，100蚊，每次嗌價50，係啊，你揀吧，太高啦，10蚊啦，十蚊啦，好啦，十蚊，每次嗌10蚊啊，第一件。12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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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0
千兩件，做咩台幣？我哋台幣喎，台幣㗎，你你俾台幣一千，我俾你摸一下啫。即係你揀個地方一下啫，香港就而家港幣啦，可以台灣嚟咯。喂，而家到400啦，係嘛？冇問題，冇問題。請啊，真係冇問題。俾我啊，真係要俾我，我都要讓俾佢。得啦。感動啊！係咯，感動，感動真係感動。拍埋拍埋完畢啦嘛。你哋咩？除衫啊嘛，除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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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俾到價先，俾俾價先啦，1000咯，你除咗先，我哋除咗1000，1000，係啦，除咗先咯，爽手啊喂，哇，等多耐，快啲啊，快啲。
呢啲好似去開嘅喎，去開嘅，快啲除啦！講咩啫？趕時間啊！去我邊㗎？我趕時間啊！快啲啊！老公等我翻屋企啊！我太遠，我仲要先，我仲要翻炒菜，有冇高咗先？除咗先講，除咗先講，點會除咗先講嘅？咁佢呢件咧，除咗，除梗係除啦。佢哋唔投，啲箍頭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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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啲箍出㗎，一齊買慢慢，啲箍頭兩蚊兩蚊兩蚊，我出五蚊，唔好咁可憐啦，十蚊，多謝我，依家係兩蚊啫嘛，底價出嚟乜俾人兩蚊㗎，係啊，唔係兩千蚊㗎，我哋好唔好啊？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點解去翻呢度啫？得，有辦法。我出出出，嗱你企到先。嗱我哋嚇，嗱記住嚇。等等，嚟。除咗先講啊！再唔收貨，我睇唔到。等等啊！好快啦，好快啦！好快啦，好快！好啦，係，我除咗啦。好啊，到你啦，到你啦，到你啦！係啊，我叔叔除咗啦。咁你再俾夾咪再一啲啦。呢啲咪聰明咯，係咪先？我哋唔找數啦，唔找數，再解釋，唔係嘛？一千蚊係一百蚊係衫，九百蚊係睇你除衫。咩啊？九百蚊係睇你除衫。係啊，一百蚊。唔係，佢要即睇㗎嗰啲㗎，嗰啲㗎。係啊。我哋呢個節目好加分喎！呢班白骨精對住我哋咁小兒科，我哋唔收貨。即係點啊？一千蚊喎！未完，啱啱 show 咗兩點啫嘛，我要睇攬。睇攬就咪一千噶咯，兩千蚊睇攬得唔得？唔得，唔得，咁啊，做翻，我哋唔賣噶啦，我哋唔爭呢一千蚊噶，嬲啊真係，我哋已經咁樣噶啦，仲想點啊？好啦，我哋今日係食一啲好特別嘅嘢，因為呢個遊戲咧要估嘅。嗱，我同金剛咧揸住兩個餸，係餸係一模一樣嘅，不過份量有差別，有大細嘅，有大細嘅，係啦。咁啊睇你要揀我定揀金剛啦。嗱，我都唔知啊嚇，我哋自己都未睇過，我哋未睇過啊。頭先你買衫買得好好，係啦。咁但係我哋又唔好意思攞大家錢，冇錯。唔係，我唔會唔好意思，我攞嘅攞。係，唔係，咁啊大家要小心。小心咁我哋決定將啲錢咧，幫你加數，加數係啦。呢先啦，係嚟啊！好，你想揀我揀咁多，我哋呢邊先啦，揀我叔叔，係啦，揀你啦，揀我係咪？係。係，哎，買定離手，菜一碟。嗱，揀金剛就咁樣一注菜，揀我一碟菜 ，OK 啦。有得聚首喎呢個，係啊，我都係。OK 喎，咩嚟㗎呢個？貝殼類。貝殼類。嗯。貝殼類。即係蜆啦。即係蜆啦，掂到㗎，波波姐，你唔使諗住見啦。你嗰啲真係超人咩？透視眼。轉一啲啦。包包。誒，嗰邊話，喂，轉一啲啦，我哋金剛做咩牌？包包。即係 Amy 從來都唔揀金剛嘅，佢專嘢揀我啫。即係講㗎，即係我對我老公行專一㗎。喂，靚仔，你叫咩名啊？咁樣嗰啲嘅，嚟，開咗先啦，一二三，哇！大碟啊！你真係揀得啱，夠唔夠啊？好啦，咁呢度咧就咦嗱，咩嚟㗎？暖嘅喎，我都係暖暖地，冇作係咩嚟㗎？魚嚟嘅。魚嚟嘅哦，fish 啊 ，what kind of the fish？ 誒，你拖佢咪知咯，即係叫你答啲嘢啊！我就笑到倒瀉，大佬，喂，冇睇，你睇以為人睇到啊？好，喂，嗱，今次就嗰邊揀先喎，嗱，俾佢哋先，八八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嚟，呢個送飯都好啊，送酒都好。喂，而家咧就 Pony 幫你哋分噶啦，我哋真係唔知噶，佢揀有乜嘢唔好彩咧？係啦，入佢嗱，哇，好彩！哇，你兩個點做嘢噶？係咪唔想食啊？呢邊你望咗台，清到咧，係啦，好緊張。咁你負責表情啦，打我，重到甩咗手喎呢邊，重到甩到手喎，我做你脱臼噶啦我，一、二、三。真係呢度又唔算蟹喎，一隻蟹都冇喎。我點知啫？趣思上喎，
饱叔叔同金刚都知道一班师奶系唔会咁易喂得饱噶啦，特意安排咗惊喜俾佢哋啊！恭祝你福寿于天齐，庆贺你生日快乐。呢個是真係特別安排的，係俾大家吃飽啲，好嗎？係啊，咁食飽之後，我哋就好上路啦，咁樣啦。哇！即係出發，出發，係係係，你啲廣東話真係唔使硬漢啊！唔使驚，我哋過咗個橋先嘅，係。唔係前面真係有個橋嘅，前面真係有個橋。我知我知我知，係啊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唔係奈何條，唔係唔係，太超太超，係太超，三蚊油碗，係太超太超，咁大家食啦。饱啦系嘛？哦唔系，佢哋唔好意思，哦唔好意思，即系简单啲啦。系系，嚟河马，最屘嗰个食晒佢。嚟，你哋一齐玩啦。好。河马，河马，猜呀猜，猜呀猜，边个猜输咗就要食晒佢。包子抌落四个系啊。剪答，包剪答。哎呀 ！Congratulations。完到服輸嘅，你使唔使曬先？唔得啦！咁就考大家嘅友情啦，我幫你啃啦。一人一口，係咯，咪係咯，一個人一啖。老實，老實。喂，好，洪先生，嗱，嚟啦，我哋敬包，身體健康，係，乾杯。即係證明呢一團咧係有朋友嘅，由佢嚟嘅時候，大家都唔係咁融洽嚇，而家融洽曬啦，又有辦法。晚晚都唔喺度諗，冇曬，攞俾 Pony 擺喺個心口嗰度。阿邊啊？我點知咧？大明星走咗先啊！佢自己架親車走咗先啊！唉，真係不得了啊！真係唉。石頭啊！石頭乜特別啊？怪咯，睇咩石頭啫？係啊，佢係石頭啊，怪嘅怪，唔同形狀嘅石頭嚟嘅。點解會有呢啲石頭咧？海水嘅侵蝕風化係啦，然後形成一啲獨特嘅形狀嘅。咁呢個係咩石嚟？係咯，即係佢有花崗岩啦，有咩好多好多嘢咁。咁呢個係裡面咩岩都有㗎？咩岩都有啊？係啊，乜岩都有。好，係啊。OK, follow me。嚟到野柳地質公園，有咁多奇特怪石陪襯下，兩個領隊安排咗個最吸睛師奶大獎選舉，喺公正、公平、公開嘅原則底下，睇下邊個最吸睛。好啦，包叔叔，我哋而家有一个不得了嘅比赛啊，叫做吸睛大赛啊。吓，玩啲咁嘅嘢？唔系嗰啲睛啊。眼睛嘅睛，唔係我以為即精氣神精啊！你唔係，即嗰啲作法嗰啲，係你嘅唔係㗎，眼睛嘅睛啊！就係咧，我哋而家咧就幫佢哋咧每人咧影一張相，精唔精有？係，跟住咧去揾啲朋友啦，佢哋揀啦，究竟邊個係最靚嘅呢個師奶？誒係啦係啦係啦，可以咁講嘅。咁啊咧就有獎品嘅。啊係啊係啊，我哋而家班同個樓盤傾咗啊嘛，有層樓啊嘛。係啦，仲有架車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係啦，佢哋好似擺好曬 pose 啦。係啊係啊，希望一陣間唔會有人話我影得口衰噶啦。你不嬲影得衰噶咯？唔係我嘅問題啊，佢又話點解幫我影得咁短嘅？咁冇點啊？係咯，佢度人就咁高噶啦，我可以點樣影啊？咪咯。好啊，我而家幫你影咗啊，你啊，佢就嚟。寶寶姐先。啊，寶寶姐，嚟一二三，姣啲，姣唔知姣，姣啲啊！嚟面向多少少我，哇，個落好靚，望我啊，望我啊，你要俾觀眾睇噶，你自己喺度做咩啊？半身啫嘛，邊度高啫？翻屋企叫你老公把你趴喺度影啊，係嘛？即係如果成全身就我瞓低影佢啊嘛，係啊，半身你要佢瞓低噶嘛，係，你姣啲，等佢瞓低先，係高啲好喎，你瞓低，我拉長你，你瞓低，佢真係瞓嘅喎，係啊，我梗要瞓啦，大佬。我最中意兩份啦，我用佢嘅波啊，唔係菠蘿蓋攬佢兩件嘅。但係咧，係高啲，呢啲係冇波㗎。係我知我知。你咁樣影係淨係膝頭高啫，真係㗎。你影緊先。哇，好靚啊！大家唔記得邊個打邊個唔緊要，而家就俾一班候選嘅師奶拉下票。我係阿二，請投我一票。我係 Gabby， 請投我一票。我係 Amy， 請大家投我一票。我是 Connie， 请投我一票。我是美林，请投我一票。我是班子，请投我一票。我是 Debbie， 请投我一票。我是 Sally， 请投我一票。
我是 Joy， 请投我一票。我是 Carmen， 请投我一票。我是 Lucky， 请投我一票。Hi， 我是 Bobo， 请投我一票。仲有哪个漂亮神噶？我都谂起你妈咪嘅都得嘅。我话俾你，真人影相系两回事啊！你睇真，相机你咩真人真系，唉，真系。康生呢度啊，有靓仔啊！啊，飞飞。Thank you so much。OK OK。没有我照片了，我想投我自己啊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我。等我等我等我那边。这个。站脚的话，这个要拉人票啊，好激烈啊！这个吧，谢谢。其实冠军就是爆叔叔和金刚咯，睇下几吸睛。好啦，投票结果啊，终于有啦。咁啊，首先请我哋颁奖嘉宾先，金刚企业集团嘅董事长金刚。经过呢个游客嘅选举啊，啲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地方嘅，系绝对公平公正嘅，好开啊！一條心夢喺呢個啊！頭先曾經瞓過身嘅，係阿在，佢係被譽為我哋呢團裏面對眼最靚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請出嚟先。係阿在，叫我先。哇！哇！攞住個大聲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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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唔得唔得唔得！恭喜你，係咁嘅，急得滯。呢個自己簽咗嚟嘅，你唔好介意啊！我好介意喎。阿金剛大隻，你一交，係啊，揸住咯。通常咧係咁，即係攞冠軍啲人咧就即係要俾大家知道，我是 champion， 咁好驕傲咁啊，自己行一圈翻嚟嘅，真係㗎，真係㗎。我覺得係做馬嘅，頭先瞓身，所以依家用我繞場一周。我好感動啊！我未試過攞獎噶，一攞啊攞最靚嗰個獎啊！我要多謝 View TV， 要多謝投票俾我嘅姊妹們，特別要多謝 Gabby 呢個獎你係有份噶，所以決定俾咗呢報紙你，你要好好咁樣珍惜啊，知唔知？好啦，咁多位師奶，我哋嚟到呢個基隆廟口，基隆廟口夜市，聽講呢度好多水產賣嘅，咁啊陣間就會放大家出去四圍買啲水產，啲蝦米乾啦，買俾大家嚟試。我哋人多嘅關係，係我哋分兩隊啦。好啦，行啦，咁咪行啦，行街今日感覺，咁坐度食嘢唔喐個筋落得啦。啊，跟住食嘢啊？啊，唔係跟住你啊嘛。我琴日揾檔坐得飲下嘢啫。行啦，兩個。醒啲，總之見到想食咩咪食咯。都要買乾貨嘛，買乾貨嘛。乾貨，我都要乾貨啊。喂，38年啦，我真係唔知啲邊個乾貨買嘅喎，真係。喂，包叔叔啊，嚟嚟嚟嚟嚟嚟。我又坐喺度食嘢。唔係啊，邊個話俾你知呢個乾貨買㗎？嗱，據我所知咧，係迪化街先有嗰啲嘢嘅喎，呢邊係齋食嘅喎。我未知我喺節目前面講錯嘅。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冇咁冇。呢度冇水產賣啊！冇咁冇咁。而家我變咗死產啊！冇咁冇咁冇咁，冇咁冇咁，我拍啦，係啦，食嘢咪得咯。我哋當聽唔到啊，包包。係，真係好，如果大家成個當聽到。總之我哋就分開行啦，好嘛？好。OK， 佢哋自己，我哋兩個分開，我哋行呢邊，我哋行嗰邊啦。呢個好好食噶，即係我自己新年咧都可以買呢個俾翻我屋企人食。嗱好，你唔好再食咗，你食咗佢啦。啊，哇，呢個八個料真係，佢唔係牙黃咧，但係佢入邊唔黐牙嘅。即係香港叫咩？都冇嘅，香港冇呢只。冇啊，咁不得了，你一定要買噶啦。嗯，這個我哋自己俾錢。有有有，我們自己嘅錢。哇！你睇，包叔叔聽日做你翻去啦，啲錢都用唔曬啦，不如我幫佢砌砌啦。啊！嚟到基隆市場，一班師奶終於可以自由活動啦，開心到連成隻燒豬都食得落啊！想俾我哋送多塊皮啊！謝謝你哦。啊，謝謝你。哇！哇，睇你
大家都有少少收获喎，少收获，收获。嗱，要理埋啫。睇下。咩黃金精華露啊？喂，你用呢個做咩啊？整得靚啲咯，整得靚啲，話俾你知，重新投胎最有用。真係，你要精華露使咩啫？你叫你老公俾你咪得咯。高蛋白啊！嚇唔夠啊？唔夠喎！你塊面好大嘅咩？咁咪叫老公勤力啲咪得咯。电话线咩啊？买电话线，买电话线。他说一定要赢，他说台湾是有得买，他就会赢钱啊！我就会赢钱啊！哇，条街都买噶，你红色就会落红啊！送俾你，落红啦，即系姨妈豆咯，不停落红咯，哎呀！啲咩嚟噶？呢间好食啊！有咩食啊？两个食一食。哦，呢个买咗咩啊？自己帶佢去買啊！我自己買啊！哦，鳳梨酥啊，呢個啊，你係冇買定冇錢買啊？唔係啊，佢冇貨買啊！冇貨買，哇，靚咧！哇，呢個魚呢個好嘢嚟喎，箍住喎，因為哇，最值錢呢個，好閃嘅。哇！小魚珠，咩嚟噶？隻魚珠啊！買一隻魚珠，咦？以為啲皮咧？誒，啲好似食咗好多，好似係咪沙律咁樣咧？係咯，好似唔同嘅。有青瓜。唔係魚珠沙律嚟嘅，呢個係。哦，係。煮緊咩啊？煮緊咩啊？苦瓜汁。其實翻香港你買苦瓜，自己翻去榨汁咪嘢咯。冇白苦瓜，白咁易買到，有得買。哦，係咩？係啊。易咁買㗎？係啊。我係咪？唔同嘅喺台灣飲同香港飲唔同嘅。咁啊，大家都行完啦，係嘛？開心啦！好啦，咁啊係時候起程噶啦，好嘛？好，翻酒店 ，OK， 撇，走。我有名攝影師嘛，台灣唯美攝影師，影得幾好你睇，梗係啦，幾好唔係幾好，我受過專業訓練嘅，係啊，幾年影我都好滿意，係咪好滿意？嗰期好相我都講好滿意，係嘛？我哋個王牌到啦。班次都好似鬼咁樣，真係包尾喎，$100啊，$100啊，叫我唔好同佢爭買你嘅，買你件 T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，撳埋個鈴鈴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